现在要来切洛梨。我真的非常希望它是熟的，因为我每次都会抓不准那个洛梨熟了没。是熟的。好的，这是我的食物，洛梨面包配洛梨牛奶。好的，我这学期的课呢，就是有数学、音乐，然后英文跟一堂叫做 Family Life 的东西。虽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 Family Life 这堂课，就再去学校问一下，因为我没有选这堂课。明天就开学。早安大家，等一下就要去上学了。我现在要进去学校了。Oh my god！ 我真的好久没上学了。开学，开学，开学！我现在要去我下一堂的。Lunch time。校车司机，校机，校机，校车可以开窗户。Oh my god！ 我这样，拜拜，拜拜。你从那个角度看那个窗户就很漂亮。好吃的，好久没吃这个。我现在真的超级想睡觉。我现在在食堂拿饭，然后我现在看不到任何东西，因为我把眼镜拿下来。先吃啥呢？上蒸卷卷。他说这是把披萨卷进去的那种披萨卷，感觉不错。哎，为什么这样拍起来看起来好饿？跟大狗狗拍照。哈哈，好走。